是米兰，从你商店内。太平洋到大西洋。最近花园球馆外面看到他们这种盗版的在卖什么？在卖凯瑞萨克斯。Why are you selling this Kerry socks? Because he's racist. Yeah, he doesn't like Jewish people. Come on, I like Kerry though. Fuck Kerry. I like him. He's a good guy. Oh my god! Are you a Nuggets fan? No. You're just a UK fan. We're Celtics fans. We're Celtics fans. Yeah. We're just being provocative. We're Celtics fans. We're Celtics fans. You just want to check people and shoot some videos? Yeah, exactly. Okay, got it.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Tatum's the best player in the league. Change his mind. Sub-induced. Wow, it's cute. Yes, I love him. Yeah!太冷了，不能在外面待，再待我手都要冻住了。走了，回酒店了。Hello， 我是米兰，我真的冷死了，所以我不在加州，我在波士顿北岸花园球馆的外面。这次波士顿之旅呢，因为比较匆匆，就没有去看球了，但是一定要带大家看一下凯尔特人的球迷商店，走吧。哎，真的羡慕啊，波士顿体育真的太强了。红袜队 ，NHL 棕熊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NFL 的爱国者，这么多冠军旗帜，不会觉得挂不过来吗？分点给我们没有冠军的球队吧。球迷商店里面都挂着冠军旗帜，这个陈列真是很不错。然后这边没有塔图姆的球衣，商店里的球衣只有这两款在售。对。格里芬球衣也有卖，虽然不知道格里芬还会在凯尔特人多久吧，但是这个曾经状元郎的牌面还是得拉上。91号，嗯，91号真的看过就不会忘。我觉得现在广告标怎么这么大了？你看这个广告标好大呢。Hi, I wanna ask you a question. So when will the Jason Tatum jersey be in stock? Yeah, we're all sold out at the moment. We might get more tomorrow because there's a Celtics game tomorrow. Yeah, but I can't say that we'll definitely get them in tomorrow.专门为了塔图姆球衣来的是吗？是的，就要买一件。结果白色，结果什么都没有，只能买一件帽子。这一面是小狗狗的东西，宠物的东西。哦，就是说我狗是凯尔特人球迷，不对，我狗是凯尔特人的狗，什么鬼？这一块区域是小孩子的嘛，然后这个球衣但也不便宜，要95刀，挺贵的。哎，这个复古好看。我觉得小孩子穿这种衣服真的可爱，对于商店来说，就给孩子的周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选择越多，就代表这个体育氛围和文化越好吧。以后有的成为篮球明星了，然后回头去看他们以前穿的衣服，无论是自己去的球队也好，还是对手球队的也好，就会很有故事性。我刚开始看球的时候，以为一个球队可能就一种帽子，结果到了这边才发现，每个球队在卖的帽子都非常的多呀。挑花眼的存在，这个是迷彩的。我是挺建议大家拥有一顶绿帽子的，因为我觉得绿帽子就很青春，然后很时尚。虽然有什么寓意吧，但 don't take it。这边一大排就是大同小异，但又有一点细微差别的帽子。这是什么奇怪的监视视角？但一个人拍视频就是这样的。看一下凯尔特人这个毛线帽非常厚，因为波士顿这边冬天还是太冷了。好看吗？有球球的和没有的，我觉得没有的会比较丑哎，但我试一下。这也还行吧，但我更喜欢绿色的帽子。Boston， 就这个可以适合送给那种不是球迷的人，然后你给人家送礼物，人家知道你是从 Boston 买的，不一定是凯尔特人球迷。后面这些是潮流文化衫吧，但我冬天就穿太厚了，哎，完全不想湿衣服，谁懂这种绝望，应该都懂吧。大卫衣在美国就是真的，卫衣是最容易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低调，没有那么张扬，但是穿这样衣服的人我觉得能显出来就是有一些财富，然后很沉稳。
这是 NBA 75周年的纪念画，这个放在家里应该挺酷的啊。这还编号的，21-55，22-55，有点东西。因为我知道很多凯尔特人球迷都是三巨头开始了嘛。看来这是塔图姆的一个玩偶，但是我对 NBA 的玩偶向来没有信心。让我们3、2、1，哦，什么东西？他不让露脸的吗？封闭式的。那还是看看杰伦吧，像吗？好像什么李逵啊。我的名字叫杰伦布朗。要是这种东西竖的是中指怎么办？开玩笑。我喜欢这个球衣徽章，就是它应该既可以当耳环，也可以当徽章吧。Bleed Green， 绿色血液。哦，这个好看，这凯尔特人主场地板做成徽章。都是信仰啊，永远就什么一日紫金终身湖人，一日绿凯终身绿凯。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我天哪，你看这个贴画真的拉仇恨，17个总冠军的年份在这里，但上一次真的已经快15年了吧。我觉得卡尔特人球迷商店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这杯子很有腰身。哇，我再逛我要晕了，这东西怎么这么多。车站里的球馆，那我们中午去吃我们家吧。还呀，我看看开不开。你能跟我步调保持一致吗？好。哇，